起来的，很厉害呢。而且我们在澳洲，这鸡好有胶质哦。他们在打出来，但我们不怕别人知道，为什么？我们自己有秋的，因为你们家，对那个味道，其实他们也做不出来。对对对。我都喜欢的一个篮球，然后我
就想说，不是我回你，你不要把这个镜头拿出来。那个叉子先拿远一点，以防万一。这里还很烫。对对对对。但我不知道是谁能够想到。然后我就把这镜头拿出来，说：“哎，你这叉子怎么说？”过一阵子他就跟我说：“不是不是，那中间那段，那中间那段就是因为我就是想要敲边鼓，就是姐妹跟我说，我喜欢那男生以后。”